到第37章到48章，我教伊第七章第37到48章，今日我跟讲到悔改的真的行动。那现在我会注意到我的讲道点声，但是之前我讲到主的形象、主的样式、主的宽容的有主的宽容了。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转到悔改，心灵感动，我准备我的感情的点声。人若是无悔改，永远替不了改变不成为神的形象。因为人的生命是有罪的生命，罪从我人、杀的人、阻止的人改变成为神的形象。等咱无在改变完成神的形象，咱的生命就有问题，咱的生命就无完全自由，咱的生命就未通福气，未通平安。今日顶早是啊，早长夜外怪多来，就来讲悔改真正的意思是啥物？悔改真正的意思是啥物？悔改真正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行唔对路的了，啥转落去行来对，行古早的路的转落去行新的道路。古早做的同今不再做了，古早想的同今不再想了。古早所有犯罪，从今开始行公义正直的道路，阿门。是啊，主啊。那今日咱要看，咱讲到咱悔改了啥，听着要有悔改的款，也是叫做悔改的行动的。在圣经内面讲到真济人悔改，伊人干了一个正正悔改，心原谅的心改变啦，伊人有伊人的行动来表现出伊的悔改行动。阿弥陀，咱看大圣经上，罗高音第七章37到加40章，然后咱去到11章到加18章啊，咱看就查某人。那圣经记载是查某人，这个查某人呢，圣经讲是罪人，伊无讲啥物罪人，但是通常圣经形容罪人的点声，查某人罪人的点声，就是意思无好查某啦，乱古啊打波的，阿无就是歹查某，记录 ，OK， 那咱看这歹的查某，还是叫做罪的查某，犯罪查某。来到耶稣的点声，伊做了何物款的行动来表示伊人家真心的悔改、真心的悔改？咱看，罗教第七章37章，圣经记载讲，迄个城内有一个查某，是一个罪人，知影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厝内来食道，就拿了杯碗香膏。会结会关，听到你耶稣的后背，就挖着耶稣的脚后，伊把油墩做淡了耶稣的脚，佮用家己的头毛去起来打，又佮用嘴滴滴无停的沾耶稣的脚，将香膏将香膏抹落滴耶稣的脚。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到这代志，心内就讲：这个人也是先知啊，耶稣会知影帮伊的是一罪，是安怎款的一个查某，乃是一个罪人。耶稣对西门讲：我有一句话要甲人讲，西门讲：先生，请你讲。耶稣就讲：那是一个债主，就是救人类的人，就是债主啊。一个债主努力欠你一个人，一个欠了50两银，一个欠了5两银啊。因为伊人无债条款，这个债主都亏恩，连免人都免了伊人两人的债。这个两人，搁落一个搁个阿姨咧，社会就回答讲：我相信你较济赚着。你主人的恩典啊！耶稣就讲，你讲了是无错的，意思就对转到对对了这个查某，就对西门讲，你看这个查某，我进来的声声，你无给我注意洗脚，但是这个查某用蜜油洗淡了外脚，用汤姆切淡了，你也无给我浸水。
但是这查某同你们进来一点声都无停的，用的是金麦卡，你无用油抹外头，但是这查某用香菇抹外头，所以我跟人讲，伊的钱一借罪浪下边了，因为伊爱借，但是迄下边少的，伊爱就少了，于是就对了这查某讲，你罪贪着。下面了，咱就阿头祈祷。主啊，所求无你性命，我求主今早去讲讲话，方便俾你知，方知影安怎在你头前真正悔改，生命完全在你头旁，罪恨完全在下面，无过再让罪诅咒、罪捆绑将你生命来掌管，让你生命在你改变，帮助荣耀主你性命。求主大点声，教我同在我讲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但是我看到大王的音声，看到这查某，这查某，他们想住，医生，帮我做一下，电池吧，叫我换电池，帮我按一下，别说了，哎，上面，上，看我的手，上 ，OK， 这边记载一个这查某，这查某是拍查某。伊知影耶稣来到伊个附近了未？然后伊心内面对要见耶稣个，伊知影耶稣是神。然后伊希望探究啥物？希望探究就是伊啥物？伊一世人话伊最空白，人个看伊是知影，伊做过啥物代志，伊咪知影。伊看点得到伊希望呢，就是耶稣个下面个罪完了。然后你看只有人来到耶稣，伊做了几样物件，真正真正特别。好像你看一家那些胖哥来到耶稣的面，这看到耶稣的面，你看耶稣面不敢看，伊就劈断你的脚的，这是指咪脚，这是指咪，是平指咪，怎怎办？有地老，地老，地好，地好，好了耶稣的脚打你了之后，等于话，伊好了耶稣的脚打你，怎怎，伊唔是拢停止了之后，伊好到搞咧，怎怎？然后伊家伊脚膜来将耶稣的打的脚切断。啊！古仔啊，看我只凳子啦，唔理，前面啊，即系前面打得过后，呢度夹拍破，呢夹嚟激嘅棍棒哥嚟切牙霜，嚟剥牙霜卡。人之话，几行背景都特别滞啊！头一个就查某，伊嚟到牙霜头前，你点想？伊嚟剪牙霜嘅卡，伊嚟唔敢。唔敢接耶稣的手，唔敢接人家接的脚，原因在做啥物？这是代表伊家己的听耶稣甲不配的心，你明白没有？然后这个人，滴滴接耶稣的脚，接耶稣的脚是一个祈求，一个尊敬，为一个尊敬。哎呀，怎么？你看到伊最主的敬畏的心。第二，然后你看到伊是好，伊好唔是好在耶稣前头，唔是好在把耶稣把位，伊好在你耶稣的脚。伊个即个心内面想物件，你知？伊内面个坎坷，内面个罪苦，包内面个即个求原谅个心，求赦免个心。然后伊流目油，意思是讲伊痛苦，伊个悔改。然后伊个心内面真正希望，即希望求只物件谈着，就是耶稣原谅伊。伊希望伊个即懊悔，伊个痛苦，伊就要感动耶稣个心。然后伊将伊苦，感到伊个心内面所有个。这个心里面一世人所犯罪对自己的罪的痛苦隆重搬出来表达出来用他的这个麦油下来就是看到这个东西跟耶稣的脚打回来就是做这个东西用脚膜切的脚对不对那古早的人问过古早的人当今的人就是说头是不是对最贵的所在对不对古早有些人就是说这查某唔使戒毛嘅，查某唔使戒头毛。那是查某啊，你若戒头毛啊，戒低头毛啊，都是真正大嘅经常嘅污染嚟嘅，佢臭会死啊。所以只要查某用啲头毛，即系对尊贵嘅嚟切牙刷卡，即代表嘅。代表为生命去破碎家己，无像物件是会变到耶稣的尊荣、尊荣。
glory。你睇用你头切耶稣嘅卡嘅啫，伊代表伊嘅生命嚟叫，伊代表伊嘅生命对主嘅谦卑啊，伊嘅卑贱，伊对尊贵嘅所在嚟切耶稣嘅卡，伊是代表伊家己感觉家己嘅卑贱啊，不配啊，伊也对尊贵切耶稣嘅卡，伊无听到这边讲，伊拍破伊家嘅拍破，那这段拍破是啥用处咧？但你如果是明白咁多嘢嚟输啊，就是原来查某那边捧哥啊，即系捧哥是真贵嘅，你知唔？即系捧哥啊，甚至一个查某就会捡到用一年嘅做工嘅辛劳捡着啦，反倒就买一份捧哥嘅啊！你想话即系捧哥是偌贵啦？又即系捧哥有哪用处？一个用处咧就是教人出地嘅啫。伊话个同胖咩咁声，伊就嫁予伊对爱人。头一个，第二个就是死个咁声，伊拉用只胖布裹成布包起来，可以死得未臭。但只胖布对犹太人讲是只宝贝咧，是贵物件，可能有个人一世人来买一包咧，唔无时候佮来买第二包。但只人将伊尊贵物件吃落上地，伊吃落耶稣。他话唔是抹啲耶稣嘅头，唔是抹啲耶稣嘅面咯，是抹啲耶稣嘅嗰度，抹啲耶稣嘅卡。即系证明看到伊嘅即个真正谦卑嘅敬拜，伊献上最好嘅，但是即最好嘅，到底嘅心内面只配得来抹耶稣嘅卡呢？你看到伊嘅谦卑，你看到伊嘅心内嘅破碎。花嘴破碎，但你做唔到啫。然后咧，耶稣对耶稣嘅边一个人咧，就讲咗几句啊。伊当时讲讲耶稣，那是讲是一个先知嚟讲，伊应该知呢个查某做咩物件嘅。咁是话耶稣即系派查某嚟挖伊咧，但古早嘅即犹太人啊，伊人自然见罗庄人头一个就是派查某，第二个就是受洗人。人個漢奸抄抄，明白冇？啊！然後依家冇人插嘅，依家今日都是垃圾嘅。但是啲垃圾人之人係當耶穌嘅卡，一看一面看。耶穌就講咗一個故事：有一個人有兩個人欠債，一個欠五兩錢，一個欠五十兩錢。然後即兩個人冇就還啊，佢哋債主就可憐呀，就講冇兩邊還噶啦。然後耶穌就回出話。啊！即係耐欠債啦，咁今日今日處理架大隻債務債主，一間度一間度回答你，講就都是你欠債嘅嘢啦，欠債嘅就都是未嘛，欠租借嘅，伊下邊租大嘛，伊金價都租借嘛，騰啲換啲租大嘛，應該佢捱捱佢租人嘅嘛，用掉啦，叫查波，佢可以做嘅嘢，你講攞我接嚟咁先啦，唔關情趣，我驚你嚟攞我汗水洗卡，但是只要查波。借接来滴无停嘅尖头嘅头，第二，伊唔是用水用白油嘅话洗卡，佢用啲头我切啲卡，然后用藤果嚟割嘅卡，即系查某仔呀，伊犯嘅罪是偌大，伊祈求嘅愿望嘅心是偌深偌骨子，要嚟求愿望会加入上天堂前。原来卑微来查某讲被罪人含在下面，有时我看到这个古嘅故事啦，嘅记载咯。原来啊，一个人悔改了，悔改了上帝面前啊，伊唔是干那嘴讲两句话尔，你知道？你注意到啊，古早人信主啊，人传啲主面前骨子来认罪，然后来接受耶稣牧师带领咯。通常对讲是讲几句话，你清楚不清楚我哋唔知，是不是？但系之外。这个不是真的悔改，我们讲悔改是标准的啊。你若讲悔改啊，有个标准的标准 is a standard。你讲悔改嘛，你要做到这个悔改真正达到这个悔改的标准嘛，是不是？像今晚头先我就讲，那是讲悔改啊，你讲到是一个在罪人 ，you will acknowledge your sin。佢知你自己的罪㗎，你係咪先講我悔改悔改悔改？你都悔改咩物件？你做過啲咩物件？你講出嚟喎！
你想着有早做过的，含含的是唔对的地主的哦。你曾经想过，你做真遮济物件是无人知的，你家己去藏起来袂记了的。然后用偌久话祈祷了，偌久话用感觉在做面下面啦。那相信我，你感觉有啥清楚的，真正真实的心来认你罪哦，来知你罪哦。那相信我，咱看出啦，只有咱叫大笔哦。十一记上第啊，十一记啊，所以十根材料，十一记下第十二章九到十三节，十根材料。12 verse 9 to 13. 那现在请问，三位去这段告诉来面部看到几家第八个名言。代表我们曾经做王呢，然后上帝会亨通，然后所怕的钱拢拢赢。伊在讲，好事甲最感情，免怕钱了。你做了啥物件？有几个点子啊？免怕钱，你困到日头落山，爬起来点子啊？一百上位。在窗眼看落去，当时啊，看到查某一个，伊看咧当时啊，伊未安，就来叫迄个查某起来。原来迄个查某是其中一咱中心的将军啊，一某咧，名叫乌利亚，一某别斯巴。然后去解困，困了几后当时啊，就查某动刀，动刀伊就提惊，伊做了罪孽，动刀就变成一个小人物。伊就希望讲叫伊将军对来，然后伊可以将军对住咧将军的解，伊就无困了，一条笑路入伊的将军的笑啦。明白我讲咩啊？明白啊？伊就做一只物件叫伊将军对来，伊叫伊将军对来，咁啊请伊啉啦，可以中香啦，可以麻食啦，一个爸爸啉啊，最主要叫伊对住困。但是将军啊，都死白忠心嘛，真正忠心嘛，伊就笑条物件。伊就想讲，哎呀，我的兵啊，到底怎样来打仗？我们来西乡受对佮我保困，别个别人做，我心归未起哦。结果伊让你王将在外口困，卖地就困。哇，这王代表就看得渺小，遐紧张啊！第二刀佮你回来，佮你来吃啊，来饮啊，来讲好话，来装箱伊啦，不顺利杀伊杀伊，别对住。暗时去对住家嘢，我去欢喜快乐去困啦，对不对？但是这个将军啊，也是真正戆癫啦，都戆癫啦，对不对？伊讲白描写，我变到你烧钱都叫我对住我困，我系去我系厝里去享受，我俾我困袂落，结果佢哋都戆将外口困。哇，这个代表伊上描写哦，日子伫咧伫抓，咧醉咧伫咧包得多伫咧伫大咧哦。要想一个刀的方法，安怎刀的方法呢？伊就叫伊的队大将军约旦拍战的点声，放乌里亚的这查某的红去拍你头前做前锋，前锋 ，OK， 做前锋。然后伊气的点声叫这个将军约亚退，伊杀你头前的点声叫伊冲咧，甲你退，然后敌人拍死，等着伊来战鸟会死。你个人做咧面前跳个咧嘛，哎呀，佫好啦，佫这里啦，佫好啦，佫鬼做这里轰轰烈烈、风光，伊这里来这里安葬伊 ，OK？ 然后无鬼子过后就将伊摸传入江啦，嚯，伊做物件，人佮你做，神佮你看，人在做，神在睇，阿咩咯？上帝在你看，上帝派拿单先知来找伊，拿单先知来找伊，咱们头先讲了一个故事，后面故事呢，伊讲啥呢？伊讲王啊，王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好家人啊，伊出来有一只坐牛啊，鸟啊，然后伊要开巴地啊，伊唔敢睇伊牛鸟啊。了，伊带来伊隔壁有一个真正无类、真巧的人啦，干那一只牛，一只牛母，那规家口个那靠那只牛母的脸啊来挖哩啊。但是这个为人开巴丁唔当睇个野鸟咧，竟然去抢隔壁这无类人的牛啊来睇啊。我问你，安尼人变怎？用枪就秒死了，用那个人啊，我那个人啊！怀西，
那班车子就讲，只叫揽下成功咯，卖你咯。我一听到这句话，你不知怎样咯？你犯罪的罪主啊！一路来就讲咧话，咧话，三位记诶十三条、十二条第九节，听讲，你来看。那班车子讲，有哈密树看下天，亚罗诶兵力，今日眼中看为恶的孩子。就救了亚门人的多台西赫人乌利亚，就传了也报也买也报。如既然看清我，传了赫人乌利亚的报归你的报，所以多讲也就因阮无离开你家。亚华人讲，我听到在你家中兴起灾祸来攻击你，我听到在你眼前将你的家己的报破坏。伊人要大事，一公之下就甲伊人困。如果你暗中惊个代志，我却要大事以色列正人头前，一公之下报应个人。大兵王对人民讲：我得罪了耶和华，那个讲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罪，如无之事，那还怎么？大兵王就特别说在，等伊看到。一听到这信盘过后，伊一只马本无去啊、去为家己来辩护辩护，伊一只马本无载家己的罪，伊一安尼啊，伊想起家己所做物件，在上帝面前认罪，无安尼就了。那你看落去的点声，圣经写落去点，那你看到伊的家真正乱，开始乱。伊困难的某一个，伊个囝，家己个囝，家己囝亚撒龙，困伊个某，大滴一光之下啊，全以色列人看到伊个囝困伊大滴王个某，但是即摆伊大滴暗中做物件，上帝大滴明中来报答报应伊，但是即摆，但是即个人也特别个啥物件咧？伊知伊个业罪，伊个所罗王无想个所在是。所罗王跟先帝三位去经过伊个点子，伊用这渣啦，用这香啦，讲真济理由来掺伊家己啦，唔捌真袂做诶，唔捌讲家己唔对诶。你知无？但我讲个悔改，若是你是一个悔改啦，你就知你做，你才清楚会看到你做，感觉你做。一个人会看到家己个做，感觉家己个做，因为伊心不神，来讲心不神。即个心无善的人，乃至乎未感觉家己有罪，拢是感觉讲家己所做是对的。那咱可能认罪、认罪、悔改、悔改，咱交到清楚认过咱古早所犯的罪哦。不知你罪哦，乃至乎咱老几多犯罪，主要是啥物罪哦？啥物罪哦？啥物哈物物件？你前天做会靠你物件，你只要对付你做，只要提起你做，在你主面头前劈开、拆开你家己，完全是拆开来面对上帝。主啊，我犯了这个罪，求你原谅我。我古早偷窃过，我偷窃一罪，靠你名，我这罪求你原谅我。我做过靠你件罪恶的物件、毒的物件，我知了，今日我犯了这个罪，求你赦免我原谅我的罪。不知在乎地方的罪，要知嘛？来，比如做地方多，你咪先感动嘛。我家己回去我古早，几十年前所犯的罪，迄个条件我记忆犹存 ，memory， 过去有的甚至忘了诶。但是圣灵佫再提醒我。我当年在主面头前悔改，我所做的恶物，那遐个怎啊？哈密树你要画个对，要知影家己的罪，莫模糊的来含过所犯的物件，因为罪的物件有死人的。哈密树上帝要耶稣要救人，耶稣召人悔改，耶稣来到这世间是召人悔改，悔改一条路。都是用一个破除的旧装，让人甲心结合起来，开始上帝福气的灵到你生命，
上帝活水共河流交你洗命，互你洗命完全改变，甲透放自由。若是一个人要悔改，无做咱好事，那像只款伊罪原在交你洗命，无几十万个洗人交你洗命。无久无久搞了点声咧，伊罪就做个鬼人罪，洗人不再空白的，因为你留了一个破口，伤口破口，这破口啊，就是让魔鬼入的，这窗仔咧。每人个魔鬼之后你醒，伊个出摆，个在困白个挂咧，个在摆照住你。所以伊拢倒看着人之嘛，伊若先做了背后个罪孽个处理，好事来讲，伊会挂对上款个罪。若不要偷个，我讲讲交到尾来，对罪若是无处理好势，迄偷个死啦，偷个见个摆起来。你若是有差。你有一个大波头波的关系，你若处理无好势，你罪，你罪死了，你来面，我甲讲未完全对劲。你知道阮教会有一个兄弟，伊来教会新主的当时，你斗个是啥物？又无咧？遐洗礼之前，我自然来劝，我讲要离开这啥物？要悔改认罪。啊，伊遐做我离开这啥物？悔改认罪。但是伊先出了无辜的人家，本来较会，过在头人过在头，然后我做了较会应该做的物件，一个人去见过伊，两三人见过伊，然后即时会借了，用即时会借了来骗，伊认罪，因为接受辅导，然后我用参我解答伊用一年的人家，用一年当个礼拜几页面来去做辅导。但这叫人骗了人，关不在给你查某咯。最后我抓到，我不是抓到你，佮你找查某，姑姑咧，人家我唔知发生代志受怕，佮查某把伊个伊耳仔抽伊人，伊拢认住。我一看伊，人家叫查某只能揽住伊在房间，我看了我又火补起来啊！我讲咩？我昨天唔同你个宣布，我讲红水阿叔个名，我站队，对一个位置庄家来开始慢慢有咩东我还是好劲咯！你是偷一个，我关人，一世人我关人偷一个关，只让关离开唔得命。然后我鬼出来看了桩代志，我看了啥物件？伊无好好正正对付伊个罪，所以新主背后即个幕后个势力伊个声音内面够灵啦。然后搞了咁一声，伊个在引诱伊，恐怕伊。可以犯了对相关一位新主之前的罪，没到这个样子，最喜欢处理的代志，不是想一位新主已经犯来了，那新主在教会前年了，当今的家庭爆了，无来教会了，所以无来教会，伊个在外教会在等，但这个人是教会重要的领袖诶。所谓的教会的礼数啊，就叫习俗啊，放起来。他们说，都是伊无好好处理伊的罪来着，伊无感觉。同我来讲话，刚才伊无感觉这个罪啊，伊行在来借理由来，可以有一个借口、借口、excuse 来犯这个家庭的罪。他怎么？听你。咱国悔改了上帝面头前，汝才是在汝所犯的一切罪，汝曾经提过，就是汝古早犯过啊，比如讲落过惊啊，比如讲汝偷过啊，比如讲汝甲乱来过啊，比如讲害过人啊，比如讲骗过人啊，比如讲汝的生命内面有合理物件是。有一只大手段无人知的啊，生理上的啊，像这卖，这个罪就变大伫主面头前，一项一项恶出来，拍开了家己，踢开了家己，互主的保护，一项一项赦免，互主的这个圣灵的活水，一项一项给你洗清净。等到对个了，人家对讲对，我对你生命开始充满平安，迄个物件就充满了。
有一个姊妹新厝内当正，一个姊妹常常看到鬼，然后来找个牧师，那牧师看到鬼，那牧师问，这鬼是怎样？我提囡仔用对了，牧师头记了呢，你是不是袂惊？有事。这当然不是，你见那鬼是邪灵，对呀。他们说，因为做的事啦，都同伊的生命，又疼啊，又闷啊，何况鬼进来伊生命？然后这牧师改做站队祈祷，改做一下亲的悔改祈祷，然后个咧过后日子，伊就无不再看到那啥物件啦。来，请问。跟我要求，你若讲伊的悔改哦，虽然新主几十年了，是新主几十年嘛，是一只真言妙事，一只真代志都听了，做阿咪家庭都妙事，伊有原因没有？那基督徒也妙事嘞，有原因没有？是不是你古早的罪，一死啦，还在困白头，扎入某一个所在？让你无照甲上帝的恩典、的灵力、的福气来拍通，你搞了啥呀？晓得无？所以一个悔改人啊，伊是知家己的罪，看到神知家己的罪，知影讲我罪神是心怀公义心，我未使转头整转来，我看到伊的人事啊，我就知影我家己有罪。我看到伊的人生，我就尽我家己的罪；看到伊的人生，我就只清楚，我就要到你面头前来悔改。这是真实悔改，真实的悔改，你才叫知影你的罪，乃是一项一项挖出来，每项到你上帝面头前重新挖出你的罪，可以一项一项的赦免，一项一项的洗清去。好你完全清气，那这个完全啊清气啦，伊个生命就透明啦。完全清气人，出福气就领教，无听领教，无杂诶入教伊个生命。这那是清气人，伊个生命就叫做自由啦，改变啦。主诶，保卫伊个救赎诶灵力，十字架顶诶大灵力，透明伊个生命，所以叫做自由。伊未搁再。小的东西的物件，魔鬼无个在，有啥物死人在捆绑伊，明白无？所以那是讲一个悔改人，伊才都有行动的，伊会知影家己有罪，乃是清楚的、无靠的，真正看到的，对家己的罪者清楚的，来上帝面悔改。第二呢，哈，那是讲一个悔改人，伊行到有一个行动就是。真正后悔，痛苦的后悔，大家讲痛苦的后悔。希望 contrite， 痛苦的后悔，都、就是真正深的为了家己的罪来痛苦，为了家己的罪来痛，为了家己的罪来深深深深的来后悔。那下列这块，这个叫做真正悔改。那我看用哪？用哪？约拿书，约拿，用哪书？第三条四到十节，咱看这个城，这个城叫尼尼微城，上帝派约拿去到这个城，来宣布伊的信话，佫予人四十日的机会。这四十日若无悔改来讲，伊要灭掉规个尼尼微城。咱看这个城安怎悔改？耶拿书第三章四到十节，约拿进城行了一日，宣布讲不等四十日，尼尼微也就会倒。尼尼微人信服上帝，都开始宣布进城，到管理队大，直到家队细。拢穿了麻衫，这消息就传到尼尼微王的耳朵中。
伊就攞咱个宝座，穿起伊个红衫，就披上满个布，遮到你飞，就是土门的中间，又叫人宣告尼微城规城讲，王甲所有大城有命令，人袂使打猫咪呀。无论是禽兽、牛羊，拢袂使食草，袂使饮水。人甲禽兽拢要披上麻布，人要深深的求佛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钉上伊人手中的重物，现在神的火火无不在起航，何人无不在灭亡？也无行去知，可能会是正面的款。一时心就看到伊人的行为，见到伊人离开恶道，伊人就后悔，无将所讲的财物降到伊人的身。哎呀，姊妹，你看了圣经章，你看这声都未改。伊人就听到讲上帝要灭伊人啊，人开始知影家己的罪。然后做了这物件，在细在大到细，囡仔到大人啦，伊拉开始在调整，拆伊拉个衫，穿起换个布，代表死个代志，代表悲哀，代表丧事。意思讲，一人正决心就披上麻衣，这消息传到王面，王面落来王明家过来坐伊宝座，跪在你上帝面前，偷伊王个衫，穿起换麻布。然后借到你土粉的位来懊悔家己的罪，后悔家己的罪，为家己的罪痛苦。然后王宣布全城禁食，无论是囡仔、大人、老少，乃是禽兽，袂使食物件。禁食祈祷，求佛神。你看，伊禁食代表伊决心的后悔，然后伊为着咱家己的罪来悲伤，为着咱所做的物件来懊悔。你知无？这个是正常理解。悔改是要带来行动的，悔改是三五句话，你祈祷做了衰的物件，你祈祷老句话，耶稣问我写我的罪啊，就算了。悔改，上帝要看到你，悔改的标准呢？上帝要看到你啊，真实的悔改。但是你讲你搞不真实悔改，是不是啊？你这个要行动出来，表现你悔改，你知道？那么你悔改是嘴讲呢，你嘛是不在做。这边讲到伊讲悔改真罪，是不是啊？要离开人恶行，要离开作恶的代志，要放落人作恶代志，针对人无个来做歹，偷窃无个来偷窃了，伊人奸淫无个来奸淫了，伊人骗人无个来骗了，强暴无再强暴了，伊人针对的哦，伊人深深对着人的罪来痛苦来懊悔的哦，这叫做真正悔改的行动。今日这种大悔改是哪三五句话啦？出来说你话，我下面来罪，你不会吃贪官。亚洲的罪，他们在做亚洲的祈祷，哪句话改不了？哪句话都看不了，别怪那外口人看见的人。你讲讲几多多正不公平，害死人作恶的，他妈祈祷认罪悔改，上帝就赦免。因为那是靠恩典来过的。但是讲到恩典，他妈需要悔改吗？上帝来好恩典吗？这悔改有一个标准的，你知道？你悔改祈祷就得有。但是你悔改生活就得有诶，你知道？这叫做悔改行动。你讲到悔改，咁就你悔改要达到标准，就叫做悔改吗？阿妹咯，喂囝，喂做伙来，喂第二家做伙，小妹做你小妹，我白事大，我都做唔到，我讲 sorry， 我 sorry 咯。你回家，我背你了嘛？我俩讲 sorry， 做 sorry 咯 ，sorry 不 sorry 咯？你回家，你讲 sorry 啦？你今日又唔要？我一人讲掟了，逼住讲嘅啦，是伊心内唔爽。嗱，即 sorry 我讲出来啦，但是要真系惊哦，我攞啲文书嚟做。咁樣咪成，咁樣成啲咁故事，堪是悔改。悔改是要帶來行動，這個行動達到悔改的標準。
你生命可能改改变嘅。一个悔改人伊要来做咧，一个悔改一世人今年一刀所做嘅物件，伊一刀所做嘅物件，伊一世人一世人会记了，到主面头悔改了，伊冤冤冤冤会记了，无搁再做这个曾经做嘅罪了。奶奶常常对了主的人声，伊心内面深深懊悔，叫人去懊悔，伊所做的罪，然后伊悔悔的离开的罪，我不再做这行家，这个叫做悔改。悔改是要带到生活的样子嘛，甲生活有关系。你别讲讲一套生活怎行无的。如果一个悔改人，生命就改变了，生活就改变了，所以叫做多些改变的，叫做多些往往的生活，因为真正悔改了才，这个悔改达到伊标准了才，伊就领受上帝祝福，因为生命改变，上帝偷望伊，上帝不会下面破除伊罪旧状，因为伊悔改，伊生命已经谈到了主的下面，他们是悔改。真正悔改，你对你对了你罪来痛苦来懊悔。最后咱来看，就讲到悔改嘛，悔改就要行动的啦。啥物行动呢？就是真正悔改啦，伊会去行的，行的债啊，行债啊，偿还 ，he will repay， 伊想要去行的。虽然伊无在行到对的人，但是伊就要做来行啊。将伊这唔叫的物件来帮，啊，咱有几多多无讲究，行善积德这物件，但是你悔改的心嘛，对唔对？迄个悔改的心，做这个人有一个悔改的行动，所以希望伊古早所做的物件，伊当起咪做好了对来，来应用做个生命，明白无？这叫真悔改。咱大少人少人叫做杀戒，大家拢捌伊。伊是一个受洗，是一个骗人、奸诈的人。但是耶稣来到伊的厝的当中，伊的生命受到耶稣，伊生命的感动、的爱的感动，这个人真正悔改。伊悔改了咩？做咩物件？咱来看，罗马书第十九章七到十节。Luke 19:7-10。罗马书第十九章七到十节。再来看，哎，圣经记载讲，真难看到，都家己大地民讲，伊耶稣竟然到罪人的厝内去徛过，撒该就徛起来对主讲：主啊，我将所有一半的要给无义人，我所有古早骗了一堆，我要四倍的还给对人。耶稣就讲，今日救恩到达这个处，因为伊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我来是要救，是要找拯救那个失丧的人。兄弟姊妹，你看到，哈密斯耶稣讲，上帝救恩临到撒该的处内面，因为撒该真正悔改。对伊讲到悔改，你嘴讲的悔改呢，立刻有行动。这个行动上面，甲主讲，从今日开始，我将来出来。感觉伊有意思拉伤的，伊会补了对，你或者是人艰苦，伊将伊的泪一半拿出来分给无力人，分个啦。然后所有人伊骗过人，伊改伊讲伊宣布，我变四倍行了对。伊如果骗你一块，我行四块；我骗你十块，我行四十对啦。你消化伊的这个。教会一半拿出来，分给无义人，佮每一个骗过人，还伊四倍，你讲伊无理哦？我相信是无了，但是伊甘愿，因为感觉这所谓做鬼罪的，伊骗来的钱，伊恶人的钱，伊老人的钱，用手段拿的，拢将伊卖了，伊还得了的，好啦。平的了对，就去，一定杀了，伊卖了，伊希望伊咱做的东西啊，伊会摘掉，
行得对，认罪，离开认罪，这是正悔改。现在嘛，当一个人悔改了之后，伊正在离开罪，伊会想要行的，都想要行过了。你把古早欠过人，你想要行过人？古早讲话伤过，你想要甲伊讲对不起，甲伊道歉哦，道歉。你古早所伤害的，你甚至当今有想要报的。那是讲个人已经死，阿嘛已经离开，保未掉咧，同埋，你是不是要想佮讲要做个一件好个，来保了对你负责做歹？那几多都是得救咧，无过了假神七的，但是这个悔改的心嘛，甲悔改的行动也都要有个，因为这是悔改的标准咧，就是一人悔改，你讲到悔改嘛。悔改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标准的，这个去还啊，消灭恨债的心啊，都是一个正大的标准。所以你看，有的人若是解脱了，伊去疼爱迄个食白粉的人，啊，这就是一个来恨债的悔改。我古早我袂艰苦，袂做袂遮做济做的物件，因为我。从今日我去听爱国教人，会去消灭开一点样的生命，去搞呀，去连灭呀，这是你心内的恨罪。你假如不长得罪，你白好家己都是你消灭恨的白好。得罪你家己是你消灭恨鬼的家己。得罪你阿婆，反正是你消灭恨鬼的阿婆的关系。那是怎样？这个才是正正悔改。悔改是三五句话，悔改是咩？有行动。那老师连讲，那是你有信心无行为是死的。所以讲有信心嘛，你要表现出你行为，来达到你信心的标准。相反的，你若讲悔改，不是三五句话咧，悔改有一个标准的，意思是讲你落来的生活。要达到这个悔改的标准，但是嘛，安尼款对罪无了解，完全清气，未和魔鬼的话会使人困白掉。所以安尼嘛，人家生命来讲悔改，悔改就要有标准。头一个就是知罪，来讲知罪。第二个，第一讲。痛苦的后悔，第三个来讲犯罪，所以若是讲悔改来讲，你伫咧做特别的行动，最少要特别行动，头一个知个咧算，正清楚的讲出来，恶出来就上天头先，然后痛苦后悔就上天头先，但是你的生活开始过一个行罪的生活。来正正为一个悔改的生活，来表现出你真心的悔改，阿妹。最后我请你再回来看，《传道书》伊格拉西亚十二章十四节，《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伊格拉西亚。12:14，咱平方叫嘛读，对我来讲，比古话将三四样记在心内。啊，先讲啥？因为人所做的代志，连一切不空的代志，无论是善是恶，心也叫心化，还叫什么？因为人所做的代志，连一切不空的代志，无论是善是恶。心拢要心化，拢要听见。